人民日报点赞，歌手2018传递音乐力量，彰显深厚人文关怀。湖南卫视歌手2018即将迎来最受瞩目的总决赛，历时四个月的顶尖音乐碰撞，歌手们所吟唱的天籁旋律，所留下的经典瞬间，所传递的动情动心，至今令观众记忆犹新，引发现象级热潮。把过去的好歌唱给年轻人听，歌手2018腾格尔众议经典展现多元魅力。作为名副其实的草原歌手，腾格尔有着独树一帜的鲜明风格，可粗犷狂野，可轻盈优雅，首场竞演天堂的完美演绎，宛如描绘出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自然风光，令观众仿佛置身在辽阔无垠的大草原，感受着上苍所赐予的圣洁和光辉。而同场的歌手们也纷纷啧啧称奇，大呼殿堂级水准。面对首登歌手舞台的大获成功，腾格尔表现得颇为淡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腾格尔没有延续擅长的民族曲风，而是选择了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绒花》来自70年代，《离不开你》是80年代，《从头再来》也是80-90年代。而谭吉为何会倾向这些年代久远的歌曲，并赋予他们时代感的创新？腾格尔表示，自己不是只擅长民族音乐，也可以唱流行和摇滚。歌手2018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展示我在音乐上的多面性。正如他在采访中提到的，从没有忘记参加节目的初心，就是可以把一些经典老歌唱给现在的年轻人听，这是作为一名音乐人的责任和追求。腾格尔践行生态公益，重视自然瑰宝，歌手铭记初心，彰显深厚人文关怀。在歌手2018舞台上，腾格尔对音乐的孜孜追求有目共睹，不过对于此次的歌手之行，他除了想在音乐领域有所开拓，更希望将自身的音乐成就化为切实的公益力量，为家乡的生态保护尽到自己的一份心力。而首场竞演的天堂便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唤。腾格尔表示，童年草原的动人景色已深深印刻在自己的脑海，这是一种无法忘却的美丽。而面对当下家乡生态环境所遭遇的破坏，天堂变成记忆中的净土，他毫不掩饰痛心之情，直言每唱到这首歌总会有一些抑制不住的忧伤，因此想通过天堂来抒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最渴望的呼唤。除了音乐上的别有寓意，腾格尔更是以身作则，积极投身环保事业，倾力创建腾格尔林。这片森林是他在2013年为了防沙治沙、绿化草原而专门建立的，他坚持每一年都亲自到此种树。他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让这块林地绿意盎然，充满生命力，用自己的诚意带领观众深刻感受并重视这份来自上天恩赐的自然瑰宝。在歌手2018舞台上，腾格尔用实际行动扭转现状，以求家乡变回天堂的坚持感动了许多观众。而他的这份至真至情的初心与纯粹的想法，更是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共鸣。
而参与了两季歌手的李健也在节目播出后发微博感慨道，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让我意识到我在从事一个了不起的行业。走过六年光景，歌手在不断打磨高品质音乐的同时，始终牢记社会责任的使命和初心，积极向观众传递着正能量，让音乐坚守态度，让音乐充满力量，让音乐传递温情，展示出了节目宽广与深切的人文关怀。本周五晚19:30，歌手2018总决赛直播。拾起世界只及肌肤的声音，递出真正壁纸灵魂的音乐，翻篇过往荣光与热泪。歌手为你歌唱。